哥哥。好了，给大家开个玩笑，其实，在这儿祝大家生日快乐，新年快乐，然后给我投票。我是来自你们心里的木子阳。走吧，不想说了。咱们没开门吧？还没开门，你别。传说中多少岁的人？九几年？92年。92年以后步入中年了。步入中年了，你是中年月。练习生 C。人家都说你颜值上，过得去，就看才艺了。那你喜欢我了？我当然喜欢你了。Okay。多久连呼吸都会让我 miss
想守在你身后，想陪在你左右，该怎么说出口？我好喜欢你的温柔，啊，每天能见到你就觉得足够，哪怕只有相同的温柔，对你的爱胜过了整个宇宙。Thank you.